都骗人的。什么叫同心？同一条心，同心合一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台湾人建国，加油！啊，咱的议长来啊，哈，非常好。各位同乡，大家赞，大家好，好，大家辛苦啊！大家嘉宾各位，这个课是我第一届来上哈，啊呢，有一点生疏哈、啊。那么，不忙今仔日大家哈、啊，用心来听下面这课，咱有请外口一挂专家学者过来。甲恁加工，咱台湾人要安怎来议事吼？那么各位拢是咱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州的参众议员，那么因为咱台湾人毋捌真正家己执政过，即卖目前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因个一款伊，谈咱将来台湾民政府要执政，咱个国会。咱会无啥共款，吼，因为伫世界用上成功的体制，大部分是内阁制，总统制较少，总统制就敢若美国，伊用三权分立，吼，做了真好，吼，啊，但是其他国家有用总统制，啊，敢若啊，不菲律宾，但菲律宾就创了无解东西，吼。那么，因为咱将来应该是回归日本，所以咱秘书长有指示，将来咱的议事的方向爱学日本，所以咱是用内阁制的方式，来议会。那么，因为日本将来，是咱学习的对象，所以咱卖去学中华民国乞讨。尽量中华民国歹，吼，咱拢甲排除掉。所以，毋忙这两天大家较辛苦，为了要让咱台湾将来较好，咱真正爱付出时间、金钱、甲体力，吼。真侪人，敢若讲要让台湾好，但是伊拢行唔着路去。那么各位，吼，同我，咱拢算真幸运。那么咱对着咱林秘书长，这套新的路，过去我伫民进党也伫建国党，无法度找到较正确的路，吼，正确的目标，目标要对人行。那么对着秘书长了，我感觉讲，算有看到目标，啊，这个目标离咱愈来愈近。那么，咱要做即种进程的准备，咱爱甲内阁制的国会，咱国会含行政部，内阁制是行政甲立法基本上是合一的，吼、哦。因为你要看内阁制的国家，像英国，这是上历史的，因内阁制下骹，这个毋是伊下骹。这个参众议院哈，就是即马那是美国人是讲叫参众议院，啊，英国是讲上议院、下议院，啊是讲贵族院安尼哈。那么中华民国是啥物事？伊哦，新疆遐有吼，有者无者，啊，无先总统者，总统有权无责任，吼、哦，啊，行政院长。有责任无啥物权，大家拢爱听顶权的，啊，所以真正叫做乌龙一阵。啊，咱所以咱卖位，吼、哦，咱即摆开始，我先出来，我今仔日主题就是国会议事规则。那么咱大家拢有摕到去分，咱的国会吼，咱、哦、这个一寡草案吼，内、哦、底有国会法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台湾基本法、
参众议院的议事规则啊，一本内底有写得真清楚，但是得较枯燥，但是大家较忍耐，一定爱读读无色，吼，你读无色了，伫咱议会咧议事的时候，啊，较袂糟践。那么尤其内底，因你咧注意看，顶完写的咱这叫做草案，既然是草案，就是要有改进的空间。那么咱这内底，还佫有一寡这个爱修正的，可能有的字有重复、有加，甚至有减的，其实留这空间，就是要互恁来列出来。那么，我希望讲大家转去看了，从头看到尾，列一寡毛病列出来。将来，咱伫七月十九以前，咱爱来通过这个草案。那么，伫七月初一以前，希望你甲内底要修正的，你甲列出来，用条一个白纸，甲列出来，交予你各州的参议长，也是众议长，吼，啊，甲特别是你若找到这两个，找州长，交予各州的参众议长，也是州长，啊，送来咱中央，予咱这个。草案吼，会当读完整吼，啊，经修改了，咱七月要来开会来通过吼。对。那么，那个台生不会动。那么因为习惯的关系哈，那么这个议事规则暂时哦，我先来调过，哦，来先讲第二项，这个可能中国者，那真正中国的问题。那么我来小概日本国会，简介第二。本的国会，伊是国民的代表机关，啊，伫日本宪法第73条所讲的吼。先来讲，何作国民的代表机关？因为所有的参众议员拢经过民选选出来，所以是代表国民，啊。第二个，伊是国家权力最高的机关，啊，这嘛是日本宪法第71条所讲的啊。第三，伊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，啊，那么表示讲其他的所在、其他的机关单位无权利来立这个法，啊，就敢若日本的国会参众议院有权来立法，啊。再来，那么国会的构成结构，伊是两院制，啊，这是参考英国的内阁制，啊，所变。那么两院是参众议院，啊，那么参众议院按照多少？伊就是众议院要选480席出来，啊，参院242席，加起来参众议院拢总722席，啊，这拢民选的，啊。不过，哦，对我们以众议院来讲，480个内底，其中的300个是人民直接选举，另外80个就是类似用不分区这个方式，吼，以党政党票都算出来。那么国会议员伊的地位相反，吼，第伊国会议员伊的薪水要安怎出的，就是用选举的。无达标咯，你绝对爱参选，从地方开始入选，选到为中央的参众议员，安尼吼。过来，国会议员伊有啥物权能？吼，啊，这个权能，咱来分析吼。伊有提案权，
提案权，啊，就是讲各地方啊，你的选区的百姓，啊，有什么需求，希望，哎，有啥问题？讲太快了，哦，要超回顾，哦，安尼哦，了解了解，但是我惊我时间不够，安尼变怎，啊，不用惊呢，好啦，好，我慢半拍一下吼，好，提案权，啊，提案权，就是你各团体，啊。有一定有支持你的团体，哦，因有啥物需要，希望你替因来提案，来经过国会立法，变作法律来保障因的权利，哦，这是提案权，哦。再来，对内阁有执行权，哦，因为内阁行政部门伊嘛有提案权，哦，但是你要知影讲。日本的内阁大部分，中央的内阁大部分拢是参众议院的议员的身份，啊，啊有邀请你去担任内阁的阁员，啊，所以真侪部门因所提出来的这个提案，透过上大，因为咱若要做内阁，要做首相，首先第一个就能第一要先提着。参众议员这个身份，哦，啊，他你若做党魁，你光是党魁，哦，最大党的这个党魁，那伊选举的时，周围参众议员有超过半数，安尼伊这个党会变直接来组阁，哦，啊，这个党魁，哦，就做首相。如果伊这个党上大党，但是嘛无过半数，安尼就要联合其他的。中小的党来做，就是联合内阁，啊，所以内阁重要的部位，大部分拢兼做议员，所以因嘛会将行政部门来个透过这议员来提案，啊，他就是行政部门的提案权，啊，那么伊提出来的这個提案，参众议院的议员，啊，会将来咨询。啊，你对于施政有无满意？啊，会将来个咨询，对咨询权。啊，再来议题的质疑权。啊，就是讲其他的党派啊，就议员都提出来，诶，这个议案，伊会将起来个质疑，啊，讲啊，你这是安怎要安怎提这个案？啊，你的目的是啥款？哦，啊，你对了。你这个案提出来，会对国家有啥物损害？对人民有啥物损害？啊，这是议题的质疑权。再来，议会议案的表达权。所有的议员提案，但是行政部门所提出来的案，经过国委员会审查通过了，要送来议会，啊，啊先送去哦，众议院的院会。经过议院表决，啊 ，OK， 啊，这是伊的表决权，啊，好，我连一个地给恁写。WiFi 连开了。过来，国会议员有啥物特权？啊，以前日本的国会。特权无济啦，不过只是有一个就讲，因为有一个拍子，各位议员有一个，用迄个菊花迄个拍子吼，你若挂咧，大家知影讲，啊，你这是中央级的参众议员，坐新干线、坐火车拢免钱，吼，啊，若坐无人机，一礼拜内底会点两抓来回，吼。第四摆无人机，嘛拢免钱，哦，这伊个特权，一定是要为着你在全国哦，你走动的时，你可以方便，所以这交通哦有这个特权啊。
哦，啊，算真正准办过，啊，就听话。好，再来，伊会当获得年薪呐，吼，就讲伊。伫参众议院哦，照规矩出席哦，伊原来才获得年薪哦，啊获得年薪拢无去做工过，拢定定。啊，过来不受逮捕的权利特权哦，你若被逮捕，爱经过议定哦，有核准哦，才会将来逮捕。过来言论免责权啊，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哦，你伫议会。为了保障你讲话的权利，哦，未受到讲压力，所以伊用一个言论免责权，来予这个议员做一个言论的保障，哦，伊想要讲的，拢无恐惧，拢会当讲，未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。来，那么咱国会伊有一挂活动的程序，吼，要开会要创啥吼，有一挂程序。第国会会议吼，伊有一般平常时定咧开的吼，的会议叫做常会。过来啊，临时有事件发生，主要来开临时会吼。第三特别会，啊，特别会就。一般来讲，就是讲，万一若举行这个不信任案，吼，哦，内阁总辞，啊，这个不是内阁总辞，国迄个首相发动伊的权力改善国会，改善国会是干改善众议院尔，参议院规定袂当解散，所以首相。那开设众议院，伊内阁嘛爱总辞，啊，我安尼内阁总辞煞无人咧换者，啊，万一发生国家的事件，哦，比如讲有外患，啊，要找啥？所以留一个参议院，参议院就要来开特别会议，啊，这就是留一个法规。卖讲啊，众议院也无个，本来是众议院有优先议案权，所有个法案、所有个代志，一般拢是众议院先来开会，啊开了才上参议院。啊，结果众议院然后首相来解散，啊，都个内阁爱总辞，啊，我煞无大人，啊，伊就着爱去参议院来开这个特别会，啊。国会审议啊，有伊个法定人数啊，第二会议嘛爱公开啊。啊，这个法定人数一般是爱出席的议员三分之一以上，这个法定人数同超过这个人，才会当正式开会啊。对，那么开会了啊，有经过表决啊，表决通过啊，然后。众议院表决通过了，嘛还要上参议院啊。那么如果参议院那个否决啊，参议院基本不会通过，安尼就要过来开一个两院的协调会议啊，过来协调讲，啊要安怎修整这个法案，哦参众议院拢会这样认同，啊来做一个通过，叫做两院的协议会，啊啊，众议院的解散，啊，我都有讲哈。啊，参议院的紧急会啊，你差不多咧讲个特别会，这个紧急会议啊。那万一众议院要首相来解散了，啊，内阁啊，用总辞，都要存参议院一旦开这个紧急会议啊，特别会议。跳上去，对，好，来，咱来分析
总统坐甲袂过坐比较吼，啊，你参考注意这个前红利叫做国会助理手册内底吼，啊，伊这个分析也袂歹，咱做来甲探讨甲看。总统坐国家有比国家袂比，那么来过坐国家有英国、日本甲德国吼，伊这英国有女王，日本有天皇啊。那么伊元首先生的风格，那美国总统爱选举。啊，这拢是事实的吼，天皇啊，是女王拢是事实的。那么元首的指点，那美国是真正有实权的总统，就奥巴马吼，拢伊咧发落啊。那么日本啊，是英国拢虚位元首啊，是国家的象征俩。好来，隔年可不可以兼任国会员？总统坐会使哦啊，内阁坐隔年兼国会员啊。后来附属的制度，总统制度，内阁制度，你国会参众议院通过成立的法案，爱由内阁总理大臣来附属。啊，这个附属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我参众议院已经通过这个法案，变作法律了，送予你签名，讲你知影这件代志，你爱依照阮即摆新创制的这个法律。来依法行政，你莫讲惊讲你唔知道，你有签字啊？啊，伊有签无签，不管迄、那个法律都已经生效，只是互伊知影就安尼尔啊。过来，行政首长向什么人负责？那总统，美国总统，伊是行政首长，向所有的美国的人民负责。那么，这个以内阁制。行政首长是向国会、向参众议院来负责啊。那么投票权，美国无这个投票权，但是这个内阁制的国家就拢有啊。那么解散国会，美国嘛无内阁制的有啊。所以，起码是内阁制的制衡的方式啊。再来，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的关系嘛，在美国的总统在行政权属总统。立法权属国会，啊，两权分权，互相制衡，啊，行政立法都分立嘛。那么内阁制国家，行政权属内阁，立法权属国会，但是内阁的成员大部分拢是国会议员，所以是行政立法合一，啊，这含美国的。总统这三权分立不同，哈，这点咱来先了解，哈。因为是参众议院改选选举了，上大迄个党来组阁，啊，迄个党内底议员真侪拢会去哦，那是适合的人才，会去哦邀请你去做内阁的成员，啊，所以行政立法是合一。所以内阁制的国家，因的议案呢通过比例真高，啊，啊，譬如讲，我等下可能又可以讲，啊，因为行政立法大合一，就是讲普惠和谐啦，啊，较无问题。对，台生，哎呦，台生。好，那么咱要安怎来选择一个优秀的国会议员啊？啊，有啥物条件？啊，这咱来参考看卖啊。第一，本身要有专业的涵养。你伫你个专业方面，吼，你去翻出啊翻去，吼，啊，你有任何不足个，你家己可以想办法来补充家己个学习学业，吼。啊，台生，你来试下，我试袂行，好。啊，一个招两个，来领导魅力，我这领导魅力
抽象啦，吼、哦，伊拢若像迄个林振东内底，我感觉伊上有领导魅力的就是陈水扁先生。哦，你看伊过去咧选总统，迄伫台湾家起一片的风云，迄款气势，吼、哦，伊这个领导魅力，吼、哦，即有时啊话半天生，吼、哦，啊当然力量就用在学习，吼、哦。地较大个，过来爱有优秀的国会助理的团队，这点嘛真重要。因为咱人上加两脚两手，吼、哦，啊若议案一堆，啊你也要搁提案，你干呐审法案就审到头头晕晕啊，哪够有时间去整理遐个人民所对你的要求，你的选区的人民？对你要求，吼、哦。那么当然，咱将来大概还有二十年免选举，吼、哦。咱好好做议员，好好来审法案，好好来为台湾，吼、哦，创立好个法案。那么这个独立的团队，等下我来搁会讲个，吼、哦。今仔先来讲。第三个，啊、哦，你要先有即款心理准备，吼、哦。你要安怎建立好个这个助理团队？过来，国会议员的职权，第一就是议决法案啊。过来审查预算。第三，戒严案。这个审查预算啊，就是讲以行政部门上来预算案，来经过咱这个预算审查会啊。咱若要戒严吼，嘛爱经过国会通过吼，国会议员会议变会通过。来，台生，再帮忙按一下，过来。包括特色案，啊，这种来经过国会通过，啊，我好好来徛在那边，家己讲家己知。但是有没有备用的？哦，伊阿咧咧整伊电脑有小可有问题。那么，咱来讲议决法案。以及这个法案要先成为案件，以及拢先上去提案了，先拢上哦上去哦议定，啊，议院的议定，伊呐，伊就会分配讲啊，这个议案上面限定适合对一个，咱有成立常设委员会，啊，比如讲咱众议院有20个常设委员会，啊，比如讲这个案件是属于交通建设。可能就上哦，交通委员会，啊，啊，这个问题是属于这个环境污染的，哦，可能上哦环境委员会，去哦因去审查，这个案未成未成，差不多伫这个委员会了，决策者，这个委员会来审查讲，哎，不好，不适合，啊，经过审查。投票了无通过，安尼这个案就结束。啊，然后成案就要上来辩会啊，作辩，予所有的人来议决啊，来表决啊。那么。一般，那经过战乱，啊，啊经过一段时间，也是真侪人犯罪，那么这个国家大部分拢为着和谐，拢会办一寡特色，啊，有一寡政治人物，啊，犯什么案件，我来个大赦特赦安尼。
来。对，都看得起，对的不？好，谢谢。来，包括现在，那么国家同国家哦，发生战争，啊，正常的程序，要经过宪战的这个程序啊，哦，那么要选择。哦，要经过国会授权。哦，比如讲，特别是世界大战，美国哦对日本要宣战，是国会通过，要向日本战争，是国会宣布了，行政部门的总统，他依照国会通过这个宣战案，他来向日本发动战争。哦，这个宣战案。未使总统直接宣战啊！出来，国会助理啊，咱依据工作哩，对委员长会啊，对国会领袖助理啊，一定要拟定。有啊，我即摆去。啊！有时啊，啊，煮有时啊，免煮的，对吧？唔错啦，后边迄个啦。对啦，我知后边这个唔系。你煮着啦。我无，伊家己敢来会煮着？对。伊无以前拢无这个问题。后来国会有秘书处的助理。那么秘书处的助理关联代志就较侪啊，那干那领袖助理这个较单纯，国会秘书处和啊个国委员会有只个送一寡代志来参与，拜托伊配合和啊这个经济代志啊。奇怪，你个会啊？过来，国委员会头拄我咧讲。那众议院有二十个委员会，哦，由国委员会助理，啊，佫来个较单纯个议员，你国民的助理，啊，所以这助理群，啊，所以美国嘛有人咧欢迎，嗯，啊，你做议员、做参议员啊、是众议员，代志足无闲个，哦，啊，你家己发案，拢是这助理，咧甲你斗三工，咧甲你。正在给他制作，他说刚刚助理在制作的，哦，他助理说，你助理较专业，这议员本身嘛，伊嘛是有咧，甲这爱交际应酬走脱，哦，啊，所以真侪各行各业的利益团体来要求这个议员讲，爱配合点，安尼管，安尼经营啊。伊拢哦，助理去整理、去收集资料，还是去写一个提案，啊，所以嘛有人咧反对讲，袂使助理遐济，用助理咧立法啊，啊，助理咧立法，等于助理在立法啊，间接立法。那么各位伊个助理有啥物功能啊？伊有分啊，有行政助理。有法案助理，哦，这法案助理，我话讲，你提案这法案，哦，是这助理咧整理，咧分析分析，哦，要安怎拟定这个法案？啊，行政助理，啊，比较较单纯，就是一挂部门的往来，哦，啊，一挂行政的措施，哦，安排车，哦，车辆啊，旅馆，不仅要去对视察访问，哦。啊！伊安排这行程，啊，这行政助理，无我无得着，我都回答了。
那么一般议员所提案吼，对日本来讲，差不多所提案占整个提案占10%，差不多24%，76%拢是为行政部门提案，因为行政部门有伊个优势，行政部门伊一般会使讲是占伫第一线，实际上咧跟国民咧接触，所以对法案要安怎拟定，较适合行政部门来行政，这是行政部门伊个优势，所以行政部门提法案占所有的整个国家的法案的提案占76%，而且76%的法案通过的比率高达86%，啊，所以这就是福会一家亲啦吼，因为是国会议员去做内阁，啊内阁的成员所提出的法案上来。上大党的这个机会，因家己党的人当然也手都拢会通过，所以通过这个比例97%。颠倒各议员哦，各党派议员所提案，因通过率34%啊，这比例就继续低，因为议员所提案拢较团体利益，啊是伊去选区的选民的利益。唔是规个国家，哦，比如日本国，唔是规个全日本国国民的利益，国家的利益，所以迄个通过比例就较低啊。来，过来，议员的个人的道理，哦，这个就较私人的啊。啊，咱来看下助理的功能啊，行政助，哎，这个宠物啊，好，行政助理头先讲啊，法案助理就是，他说你若要提法案，嘛爱有专业的人员，啊，比如有关环保的，环保有一挂专业，你若无了解环保的法规。你要搁新提一个法案，议员无遐敖，议员无三票六票，哦，所以嘛是爱委托专业的这个助理法案助理，哦，所以这个法案助理，但是美国来讲，拢是真专业，哦，拢是会使讲，真侪拢是哈佛毕业的，哦，袂使干呐听讲爱助理呢。你看会过去，其实因拢会使讲是真专业、真有学识的吼。对，啊，过来做秘书啊，就是安排这个国会议员啊、助助行啊、行政的安排，他都要讲的，包括那些记者冲啊，可能讲这个秘书拢来处理吼。来，聘用这个聘用助理啊，这有规定嘛吼，比较有规定。法律上的规范是讲，一旦基于议员个人的契约关系，你跟伊签一个契约，叫契约名。第二，伊爱通过国家考试的公务员。第三，这个不得聘用亲人，啊，但是有例外，伊若无领薪水，可以例外。那么，伫目前的中华民国的系统内底。这款的真济哦，不知心的都可以，有人甲讲叫做便当助理，人也讲便当助理，就讲伊拢免薪水，哦，那有啥物代志，我若来到另外一边拜托你的事，哦，啊，然后你咧叫便当的事，先从我叫一份，你是不是啦？伊拢免薪水，啊，这拢是差不多。这个议员的条啊，大条啊，伊主要就要给你予伊一张立法委员助理
这张名片，你授权印予伊，伊摕这个立法院助理就会当处理，用这个名片来下到真侪台湾人，伊要包工地，吼、哦，伊去到国部的，若要包工地的是变成助理，而我是某某委员，吼、哦，立法委员的助理。啊，有时啊，这个助理、这个委员啊，真正足外省的吼，迄、那个部门的人嘛爱听话，嘛爱看面子，吼、哦，手放较松的吼。啊，这将来咱唔通有做这款工作，吼、哦，贪污，吼、哦，恁知影吼、哦。来，那么国会里外有一款技术的概念。第二，要先了解，你怎啊做变你的这个法，是毋是已经过去人就立过，有提案过啊？啊是啥物情下才无通过？除非你爱超越当时人提案的迄个法案，有比较好的新的创意、新的做法啊，啊对国家、对国民拢有好处，安尼较体面。唔好用这个无聊法案浪费大家议员的心查起来法案哈。第二，你要分析，那么这个法案提出来了，伊的通过率有偌高？如果那提出来差不多，地委员会就向冻掉去啊，对伊的提案的这个。这个信用啊，就讲你这个委员，你这个议员做提案，拢尽量讲到这个委员的迄种心态就动摇了啊。就讲你爱有够精密，有够言之有物，人家对国家有帮助啊。啊，其实即卖发展差不多拢已经完备了啊。所以你有要做新的话呢，发展就通过是较少。啊！这你要送这个法案去到这个议会，予伊转送国议员会。你若无经过审议，吼、哦，第一，你爱把这个主标题，你这个法案是啥物主要的要点爱写落来，啊，佮写伊的总分析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的一条一条将来伊的法案的条文，吼、哦，嘛爱分析个好势。这拢爱经过设计，吼，伊个前后秩序爱创好滴，吼。那么拟定就是讲，整个要提这个法案，经过头头几个了解、分析、设计，吼，上尾啊拟定定案，就是后壁还佫经过审查，吼，调查，伊个点线面，吼。要看条文内底有错别字无，还是啥物文号？你引用的啥物所在的资料来源有唔对无？因为人要来审查时，伊嘛去调你参考的一寡书类吼的来源，伊去来引用唔对的，是无？安尼造成误会，伊审查委员会可能因为安尼误会，煞甲你冻掉这个法，吼，所以讲咱要经过交审。那么国会伊个立法的程序啊，要经过提案啊。第头拄仔讲嘞，有的是为行政机关来提案啊，那么有的是由议员本身来提案。我头拄仔讲，议员的提案的通过率较低啊，啊行政部门的提案97%，因为因个党团会较符合，所以更容易通过。过来，要经过审议，啊，这审议当然是由议长来交予相关的委员会，吼、啊，咱头头讲的常设委员会有几个，啊，在咱的这个咱一本议事规则内底有啊。过来，这个委员会，吼、啊，常设委员会这个，然后审议通过，按上来院会，经过大会审议。
大会审议，啊，譬如讲众院大会审议通过，啊，那就上去，啊，就大会审议通过，整个大会表决了，通过了，上去吼，参议院，参议院啊通过，当然就变成法律啦，啊，就变成法律了，爱通，爱通知这个首相，啊，来附属。附属没有法律效力，你无附属，这个话人嘛已经成立了。附属是予你知影讲，立法部门已经有通过这个法案，你迄行政部门按照这个新的法案，要去一寡行政法规啊，爱条件的啊，行政命令爱落落各庭和各庭诶各厅处，爱按照新的法案来办理。个人嘛爱手上去公布啊，行政部门爱公布，互大家拢知影，啊，互各部门、各部会知影有这个新的法条通过，啊，安尼较袂，你还搁咧依照旧的法规咧行事，啊，不啊，你会违法啊。安尼，咱先直接过啊，我先讲到这，啊，互大家休困10分钟，10分钟后咱再搁继续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心好，我们就不讲了。各位同心，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